阿爸阿母，阿娇生啊，生后生，阿娇生后生啊，嗯，阿娇生查甫的哦，对啦，紧嘞，紧带我去病院看孙。刚刚拍摄那场戏呢，就是我儿子呢很开心的回到家报喜说，就是我们终于有孙子，问我孙堂阿婆啊，因为头前三个拢是查甫孙，一个两个三个吼，这拢无去看第四个吼，哦真无简单生查甫，哦阮实在有两个老的吼，真正是足欢喜的，欢喜到吼，特别特。哎，导演，还要直接加一集。好不容易期盼到一个孙子，那就很高兴回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爸爸呢，真的是很偏心。有了，知道了。可以，这边就可以了。那就是要带到，对，还录音，还一个字一个字，两张顺。谁老呀？啊，较早咱生后生的时阵，看你后面啊，无爱很认真啊。生了第一胎还好。第二胎就希望说能够生个男的，结果第二胎生了春燕又是女的，父亲心里就一方面，我觉得他不应该是生气，其实我觉得他是焦急，所以我会把焦急演得多一点，生气演得少一点。哎，碧兰姐，来，我在里面的人设我把它设定成这样，因为父亲本身是一个很慈祥啊，很疼爱小孩的人。他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唯一有一点负面情绪的，就有关生男生女这件事情。老爷，啊，较早甲咱后生好命的时阵，嘛无看你遐尼认真啊。根据剧本的描述，哎，他们当年就住在这个附近，那这个在这个哈马星这一带，就是他们的原本原生地。那我们当时来看景的时候，就尽量朝这个方向，啊，或者是。根据他们早期的描述的这个场景来找。对啊，他是不好用签的可以。臂力问题。但就要看后面。签了，连签都很难签，可能靠右。那刚好过。很多东西要符合当年的这些氛围啊，这个跟要配合，所有的，然后说所有的这些。旧东西啊什么的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，才能够完成这几秒钟的一个戏这样。跟突然，没有啊，我这样子，我拍完是拉弓，突然来往前一顿，他就往后了。你身体够好，啊，保重啊。挥手，走。现在这个感觉呢？还很重吗？大家会以为是瑞轩的重量。No, 我要澄清，不是。你以前有做过吗？或者是？我没有做过哎。这台车上因为它本身就不太好推，然后加上只要地上有一点崎岖不平的话，其实会更难推。门车跑得快，上面转。而且你看，我把我的家当都带在后面。那你问的没怎么。我的家当、家具都带着，所以一定是难推。